蓝魁第二场政见会，六位候选人不再相敬如宾，说对厮杀，炮火四射。这次对于选举中间各种负面的争议的手法报道非常的多，我们迷失在绑桩顾票、地方派系利益交换，中华民主摆脱人头党员的控制，台湾也终将是秀住埋骨之处。我是台湾人，我也是中国人。人头党员绑桩甚至点名执政八年搞垮国民党五位候选人围攻吴敦义，要给个交代。现在也给我们台湾一个非常好的总统蒋经国。经国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：经国先生是我心目中最了不起的政治家之一。往内互打不手软，选战接近尾声，众人纷纷瞄准深蓝族群，枪打经国牌。洪秀柱更是直接下猛药，在中国国民党主席的位置上一天，台独就不会是中国国民党的选。因为中国国民党的中国就是一中各表的中华民国，所以没有任何改名的必要。本土派的定位在特殊的党员结构下，宛如吴敦义的阿基里斯腱。台独比梅毒还可怕，梅毒害你老婆孩子，台独就害了2300万。将台独比作梅毒，面对对手凭空短板，吴敦义以高度突围。你没有听说过树大招风吗？一定是这个道理，这个本来就是甘之如饴的事情啊。政见会炮火猛烈，不少党员很有感，六位选将全力吸票。5月10号中天电视蓝魁辩论会原本没打算参加的楚楚姐，现在也态度软化。我们在考虑当中，可是必须要来重新调整我们地方的行程。洪秀柱改变心意，六位党魁候选人有望在辩论会上舌战对方，找出最能带领蓝军奋起的党主席。记者黄宪章宇轩 SNH 小组台报道。